好，你好，我是龙文。你好，龙文，我是沈秋润。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。你呢？我也很好。你是哪年生的？我是2001年生的。真的？你属蛇吗？我属蛇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真的，我是美国人。我也是美国人。你说法文吗？我不是法文。我也不是法文。可是我是德国人。你说法文吗？我说法文。我也说法文。你家有几个人？我家有四个人。你呢？我家也有四个人。我们是我的爸爸，我的妈妈和我的弟弟。你呢？我的家是我的爸爸，我的妈妈，我的妹妹和我。我的妹妹是10岁，我的爸爸是14岁，和我的妈妈是14岁。我的爸爸是做家庭主妇，我的妈妈是商人，我的弟弟是10岁。再见。哦，上课了，再见。